Hello Hong Kong Singer Channel 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系 Alvin 胡学轩。咁我今次推出嘅新歌《猫犬系恋爱追之》咧，其实就系讲紧两个完全唔同嘅人咧，喺一段关系入边互补啦、欣赏啦，同埋好好咁相处嘅。今次咧就用咗日本嘅一个 terms《猫犬系恋人》去做一个主题啦。咁猫系恋人咧，俾人嘅感觉就系可能高傲啊、冷静啊，或者可能低调啲啦。犬系恋人嘅人咧，就可能俾人感觉系热情啦、活泼又或者可能搞笑啲嘅，咁佢哋两个咧就冇话系好定唔好啦，佢哋都有各有各嘅长处同短处。喺呢首歌咧都会讲紧点样可以互补，同埋点样可以去互相欣赏嘅。咁就希望大家听完呢首歌都会有一个全新嘅谂法啦。咁听完呢首歌都可以话俾我听你中唔中意，又或者你有啲咩嘅睇法。咁今次呢个创作班底系第一次合作，亦都系一个全新嘅创作班底。作曲方面咧，亦都我今次都有參與啦，有 Y 少啦、Anson Chan 啦同埋 Kim 一齊去寫呢首歌嘅。填詞方面咧，就揾咗 T-Rex 去幫手填詞。咁啊、今次好開心可以有一個全新嘅班底，因為今次呢一首歌無論係曲風定係主題咧，都係我第一次嘗試。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以往嘅作品嘅話咧，我以前嘅歌咧，題材都係比較沉重啦，旋律都會比較抒情又或者慢啲。咁今次呢首歌無論係題材一定係輕鬆 sweet 啲啦，旋律咧亦都係會比較upbeat 啲，同埋係會輕快啲嘅。咁希望可以帶到俾大家一個耳目一新嘅感覺啦，亦都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呢一個曲風啦。至於 MV 方面咧，今次好開心邀請到 Santas 去擔任我嘅女主角啦。咁今次呢個 MV 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嘅，入邊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啦，唔同嘅場景啦。咁啊，亦都好多謝我成個 MV 團隊，無論係美術啊、攝影啊，所有嘅工作人員其實都付出咗好大嘅心機。咁希望大家都會好中意呢個 MV 啦。最後希望。嚟緊就係聖誕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聽住呢首 sweet 嘅歌，過一個甜蜜嘅聖誕。亦都希望大家會鍾意呢首歌同埋 MV 啦。